近日，日本社交媒体上出现网友拍摄的海上自卫队最新型30FFM 导弹护卫舰二号舰照片。这艘舰目前正在三井重工玉野造船厂建造。根据建造计划，2022年3月交付，替换日本海上自卫队地方队装备的老旧战舰，作为主力在日本相关海域执行情报、监视和侦察、反潜和护航等任务，确保日本海上交通线安全。兵的大事，网上论兵。大家好，我是杜荣龙。日本海上自卫队武器装备的扩张达到了新高度，像之前的雨黑摩耶，包括专用反导驱逐舰正在快速建造。那么新型的近海战斗舰，包括护卫舰、小型作战舰艇也在快速发展。如果打造隐身、快速与美国滨海战斗舰外形、能力、尺寸相近的武器装备，这也是在近海完成各种作战任务的一个重要选项。同时呢，自卫队也可以通过小型舰艇的建造，增加整个舰队规模，今后与美国进行联合作战，这样准航母、像舰载机以及其他大型作战平台，可以在远洋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做贡献。同样呢，近海的各种小舰艇在早征，包括和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摩擦的过程中，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。如果美国在周边进行各种作战行动，小型作战舰艇加入，也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联合作战提供某种依托和条件。所以现在去看呢，各种小型护卫舰、隐身护卫舰、近海战斗舰已经成了日本的选项，也说明日本对于岛屿争端、对于登陆作战、对于伴随美国在周边挑动各种危险事件已经达到了一个疯狂状态。所以所谓的军事正常化，在美国的战略牵引下，在海上正在迈出第一步。